间呢就来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黄金三角地区 Lot Ten 的 Don Don Donkey。 那 Don Don Donkey 呢是它在海外的名字，它在日本呢原来叫做唐吉诃德。这家马来西亚的店呢是在三月中旬左右开到了马来西亚的第一家店。那这家店呢就在MRT Bukit Bintang 的冰都地这边出来，就是这家店了。好，我们快进去看看有什么吧， Let's go。现在是11:20，这是我第一次在马来西亚看到这样子的排队情况，人山人海。对，你觉得要排多久？1小时吧，希望。真的很大，应该是卸妆水还是化妆水？就是补水保湿的化妆水啊，这个。哎，这个不是那个巧克力草莓吗？我们拿一盒。拿一盒。据说这个是这边卖的比较好的一个。打嘛，这种太危险，然后你一发现过后，然后打到。哎，这个是谁烤的？哦，这是我烤的，我烤了沙爹。沙爹，吃吧，趁热吃。所以我们现在来到的是3楼这边的入口。我觉得它其实它种类很多，然后但是其实它的价格就是比较贵的。我个人认为呢，它价格是比较贵的。然后它，我觉得有一个比较不正常的东西，就是它所有的东西可能都是日本进口，然后都是日文，然后其实就看不太懂。就啊，我也不是读日文的。我们就逛另外一层吧，下一层。走，嗨。哎，这个不是哪来啊？这个是拿来做道具吧？他们这个烤地瓜很好吃哎，这个，而且是紫色的这种，不知道是怎样。我可以拿个尝吗？是自己拿吗 ？Please payment before you pay。烤地瓜。烤地瓜。这个看起来很新鲜，然后它是100g $35.8，这个有400g，这看起来太引诱了。哎，它这里的哦，马上卖空了，我拿了一个。红豆的什么小米烧，这个我有拿。绝对可以，这个便宜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老板，老板。这个好可爱哦。是呀，这不就是日本的扭蛋吗？我日本经常会见到，对吧？对对对对。这个也很可爱。是这个，是红色的。哇。这个也不错。哎，很可爱啊。它一共有3层楼，进去的入口它就是在3楼。3楼主要有售卖玩具、健身器材、零食、护肤品、美妆品这些，还有一些日常用品。2楼的话呢，就有一些快熟面、酱料、饮料，还有熟食。1楼就到了结账的区域啦，这里呢还有一些糖果，还有一些小小的零食。哇，这么快乐。
我觉得其实主要来讲它服务很好，就是其实我们一进入口的时候呢，它就免费给我们一支水。而且我有看到他们会给一些老人会优先进入，而且每层楼和每层楼会有楼梯嘛，然后楼梯那里就会有工作人员在那里，如果看到老人拎不动的话，他们会主动帮助老人拎下来。所以我感觉他们家的管理真的非常人性化。然后可能到结账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有分成几个区块，就是我们在付钱的时候呢，他是不会直接把你装袋子的，他就会如果你要装袋子，他就会到另外一个柜台，那他们就会有人帮你装袋子这样。但是老实说，我感觉价格还是有一点点偏高的，就不便宜。对，种类是非常多，对，就是很有各种各样的食物，都是日本进口过来的。那么我记得从出口出来的时候，还有一间小店，它是卖冰淇淋和紫薯烤紫薯的，对，地瓜那种。但是呢，我有看到它只有限定的时间卖，它可能需要做嘛，它做好之后才会开始售卖，所以它会写好时间，什么时候开始卖这样。对了对了，下一集我们会继续开箱我们在东东 Donkey 买了些什么东西呢？记得留守《西游记》频道哦。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。